我今天之前是韩文，但从此刻起，我不是韩文了，我是中华民国人，中华民国人，我是台湾人，台湾魂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再叫我韩文了。悼念民族英雄许坤元议长，悼念民族英雄许坤元议长，替天行道，替天行道，讨回公道，讨回公道。613上凯道，613上凯道，613上凯道，613上凯道。看到了，韩国仪式长要大家冷静沉淀，不要上凯道。看到晋仁哥，要大家不要上凯道。看到所有的名嘴网军都在抹黑我黄振中，把我的祖宗十八代都调查得清清楚楚。可见现在的整个国家的机器，民进党总动员，这个一些小人，对，到处在抹黑黄振中，准备来阻挡这次613著名上凯道，百万白三军上凯道，要来讨回公道，要来替天行道，要来悼念我们的民主烈士许坤元议长。我们这次的活动原本是2000多位，但是经过韩国瑜、经过那个晋仁哥这样的，规劝大家不要来，可能会缩减一些。但是我想，今天我们召开记者会之后，一定会有更多更多的人站出来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要上万，甚至上数十万，甚至上百万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这是今天我们那天讲的主题是什么？痛，非常的痛心。各位，我们身上所穿的就是前面，前面这个痛字，是非不分，假民主真斗争，这是我们 T 恤白色 T 恤上面写的是前面，后面我们写了一个罢，要下架郑和立委，要反贪腐，争公道。各位，如果今天你韩国瑜没有担当，你有盖世，你就不要讲话。韩国瑜，你不要讲话了，不要讲话。晋仁哥，你不要讲话了。中华民国派来讲话，让我们著名来讲话。中华民国派来讲话，让我们著名来讲话。我们要展现我们民族的团结，台湾著名要站出来，要站出来讲话。我们不是韩粉的，我们是著名中华民国粉，我们是中华民国粉，中华民国粉，中华民国粉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，中华民国粉，中华民国粉，全民中。